这是减肥餐啊，是咱们今天的减肥餐。哇，这么好吃！哇，哇，这太棒了！来，给来个黄瓜。就今天中午就吃这个啊。真好吃。超级超级超好吃。超棒！饿了什么都好吃。困死不得了，这不困了啊，我的午餐在这儿呢，贺家伙，这是我的午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贺家伙还有肉呢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好好吃的，你不能吐，你不能吐点这样吧，你不吃一会饿着啊，要不然来一口啊，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啊，你什么意思，黄瓜不好吃是吧，啊黄瓜不好吃，你别吐了，你说你吐了你说怎么吃，吐了你自己吃啊，咱是要减肥知道吗，减肥餐都是这样的知道吗，黄瓜吃不饱吃得饱，吃黄瓜是减肥不饱，哎呦全是肉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呀你这吃坏啊，哎呦我的妈太好吃了，谁找我呢，是吗，然后不行，哎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饼啊，别让别人给我拿走了，听到没，别让别人给我拿走啊，你给我看好啊，蛮有，也有一种骨子里又挺有一股那种倔劲儿。其实诱惑力还是这个东西还是蛮大，尤其是饮食，但是还是坚持住了，对吧？你甭管怎么诱惑，好，好，可以，站好了，站好。我就是要瘦，跟你讲，我要像我妈一样的瘦。这秤，越来越重，这秤怎么回事？我又24.5了。哭的还是不够啊！